聚集各领域的思想家与行动者。我是庄心如，我是谢金燕，我是林东奎。从庙里面雕梁画栋上面的花虫鸟鱼，这些都化作我的生命宝石一般的。如果我们能连思，能专注，你让你能发现更多。传播知识的殿堂，与世界接轨的桥梁，人文讲堂。